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嘉啊，欢迎继续观看我们的追忆群岛。OK， 现在我们的所在位置呢是，等一下、好，现在我们所在位置是黑芒楼啊。说明是到达地下破坏三个铁栅栏会出现挑战，完成挑战会出现高楼层的楼梯啊。也有一些是真实之梯，有些是假的。死亡火焰射线会受到大量伤害。啊，这是 BOSS。好，那我们打 BOSS 再看吧。那他说要先往地下走。好，这边就是三个挑战啊，破坏铁栅栏，完成三个挑战。让我来看看这个挑战会不会跟黄昏之岛的一样。我没有碰到，那是铁栅栏碰到的。这超难跳的，这我自己玩都跳不上去。有了。哎呦！有了，感觉来了，这是最简单的、后面的都有点难。是不用把我传回去哦。这个，心射的有点歪。这应该是要靠他把我们弹过去吧，但是其实我是，没礼貌，没礼貌呢。但是其实我是冒险生存模式啊，我可以垫过去，所以我要做的应该就是，你知道我死很慢吗？那你帮我打过去一点呗。这边应该是要用他的弓箭把我们弹过去吧。为什么他可以在我头上射，然后会往这边飞啊？什么逻辑性？到了，我到了，他会下来跟我打、好像他打得死嘛，他打得死，还是他只有这个时候打得死？我这次他不然原本要怎么过、他是什么透明方块也没有啊？会死啊！我装甲，我黄昏装甲的抗火性多高啊？还想烧我？没门！最后一个，有个弓箭呐、糟糕了，感觉我箭数会不够。坚持不够怎么办？
做的这么确信，我可以在32子之内玩完吗？哎呀，开嘞！这是有没有按到？哎呦！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高到最高点。哎，解完嘞！哎，我有人很难嘞，我自己玩的时候都射不到。不行啦，我这个稿子对他来说太痛了，打一打自己都怯战了。好，他说通往上面的道路会开啊。啊，我刚录一期自己停掉了，好吧，那反正不碍事。这是在卡什么？到时候真的我不知道他要不要给我破坏。那一到一些极端状况，我就真的会打爆了。算了。就直接打爆吧。这应该可以直接用砍。这稿子冷却速度超快的。然后他说有些梯子是假的嘛，好，就先上去这个。黑芒都澡堂还是没有，这边应该是没东西，那我们就换这个。哦，这个好像是下一层的，应该都有些物资啊，好像有两个黑芒楼的道具。哎，这边是不是刚才的地方？一二，好吧，他们这两个是相通的。继续盾牌呢？为什么是他们是没拿弓的、欸？他们是裸体骷髅。哎！太多了。我卡住了，好，我们先去这个，最后一个。哦，最后给我一条路哎，食物快没了耶。我等一下吃什么？哦呦，黑芒。那我就先把不必要的东西先，这是给我做金苹果，但是我可能不太需要。我等下可能真的要吃腐肉了。好，去下一关吧。二。
这好像用电的哦。卡住了。哎，他是拿弓的，救命啊！啊，下去我怎么挡？我射了。那边有宝箱哎、欸，要去宝箱看一下。幸好够快。哎呦，两个黑榜结晶。完咪呀、啊！这样我的结晶应该满了，剩下其他都是普通素材，随便。1 2 3，我的睡不会下去。哎，下去了。恶魔护法。那这稿子太掉了。它其实是会有自动冷却时间，它不给你一直砍。我怎么那么多？哎呦，就是那个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很痛哎、欸，三格血。他们走总没事。哎，这很难跳、欸，这范围有点大。哎，这范围太大。我两个梯子。效率高，钻石。回到塔顶。哎呀！又是他们黑芒射手、欸，他爬上来嘞、欸，他们懂爬哎、欸，这该不会又要自己叠上去吧？我被打死。这么远应该不会射了吧？金苹果，怎么到嘞？等一下，这小拇指按 Ctrl 是不是不太稳了？好像随时都会断掉。哎呦，抛物线！救命啊！让我上去。
要倒。哎哎，十个金苹果。还会自己来摸我啊？哎，斧头、骨头，这个铁钉，按钮 ，Boss Battle。等一下，忘记看书了，不好意思。黑芒恶魔利卡温扎，四方会不定时。会有高伤害爆炸，不定时随机一个传送随机玩家 ，BOSS 会进行死亡火焰射线攻击 ，BOSS 靠近会回复大量血量哦，就是我碰到他的射线我会扣血，然后他碰到射线他会补血，哦，欸，哦痛，天哪，那我们就把我先看所有的射线的位置到底在哪里，好，就是不要让他碰到射线。他就不见了哦。哎哎哎，真球！想补啊？黑芒之盾，黑芒之盾啊！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希望这么结束好了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喽，拜拜！我已经换回我的绿色围巾喽。